大家好，我是妙卡巧克力的代言人张艺兴。哦，他是紫色的奶牛妙卡的莱拉。未来我将与莱拉一起，以满满的柔情，用入口即化的妙卡巧克力融化你的心。我和你们一起努力努力再努力，耶、yeah ！啊，我比较感谢我机械男人帮的哥哥们。啊，红雷哥在我演二月红那个角色的时候给我很多帮助，那博哥也给我很多演戏台词跟如何抢戏方面对我有一些教育。完了以后师傅就是跟他学他那渊博的知识跟他的博学，什么都知道。而迅哥对于军事方面的了解跟他对所有东西的看法，我觉得都非常独到，跟他学这些知识性的东西。完了以后跟小猪哥学习跳舞，跟他聊音乐，他会告诉我什么音乐现在是比较流行的，他也会把他好的经验传递给我，所以我觉得要感谢他们让我越来越强大，也可以在极限挑战越来越精，哈哈。那我首先感谢妙卡能让我认领这一份妙卡谢师礼，那我现在就写下来这个东西，把它写下来。希望他们一定会喜欢你。其实我希望能够每一位学生都可以感恩自己的教师，每个人都能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然后对待所有的事情，对待所有的人，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，然后懂得去珍惜，更懂得去爱，就像妙卡一样，融合了很多很多的感情啊。对，所以对，希望大家能够在教师节过得开心，也希望所有的教师能够在教师节里过得开心。如果你在生活中也有没有来得及答谢的特别的老师呢？我在妙卡官方微信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礼物，啊，记得关注妙卡官方微信，申请妙卡谢师礼，对你生活中的这位特别的老师说一声谢谢。